边是两百亿，市政府说因为公共服务品质不佳，所以是两百亿。他用一夕之间变四百，市政府带头抢容积率。那你光硬生生的1500户，你叫那些老人残障逃生的时候怎么去？所以市政府是在从社福的用地挂羊头卖狗肉。所以这个不是整个福德，而是我们台北市的悲哀，决策这么粗暴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诉求，请大家来看看市政府是这么阿爸蛮干，请他停止。你7年的有担当的市长，请各位公平，你7年都做不好了，今年又从仓促里面做的决定，这烂摊子又要留给下一届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请各位媒体你发挥你们的媒体的正义，好，我们请那个，我交给那个主持人，好，谢谢。